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的话呢是2023年的10月16号礼拜一，现在是8点34分。OK， 那 Outrun 100 在这边也是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下，就是这样子连续跑了23天之后呢，体重降了多少。好，那我早上的时候量体重73公斤，所以 Outrun 100的话大概是降了-4公斤哦，原本69，哦，现在不到69，现在已经73了哦，所以胖了大概4.多公斤。这个我还在想原因呢，那主要原因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吃的哦大于这个跑的，这个跑的话可能5公里也才来个100-200大卡吧，但吃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犒赏自己，我们做一个很棒的运动，所以我们可能就吃了2-3千大卡的食物。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，大概增加7700大卡就会多1公斤嘛。那如果说每天多吃2000大卡的话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2000大卡乘以20天嘛，这4000多，然后再除以7700，差不多，好像可能多吃1000多大卡每天，总而言之还是要少吃。 OK， 就这样，各位朋友，上班愉快，拜拜。